主料：低粉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纯奶、鸡蛋3个，糖60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蛋黄、鸡蛋清。把低粉、糖、油一起同鸡蛋黄搅拌均匀。鸡蛋清打发好。分两次把鸡蛋清与搅拌好的面糊拌匀。小熊蛋糕模备用，把蛋糕液倒入模内，150度30分钟烧下烧烤，烤成金黄色。烹饪技巧：鸡蛋清一定要打发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